关羽里的新娘子可真漂亮，哎，戴着头纱，那关羽还戴着绿帽子呢，居然没有问题。你是得有多喜欢这帽子啊？结婚都不摘。这新娘手里拿的茶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奶茶哦，珍珠奶茶，怪不得婆婆这么高兴，第一口就能喝到珠珠啊。等会儿，婆婆的这个衣服，什么是旗袍啊？还有这个现代发型，哦，后面还有个招财猫。但是公公呢，手里拿着个本儿，礼金本儿。看关羽急的都要去抢了，这里还有一个奶粉儿，这娃还没生呢，奶粉就准备好了。这还有个符，哎对，大喜之日不是应该贴喜吗？这里还有个唱片，这一看就不对。等会儿这么大一个台灯，居然被我给漏掉了，怎么全是民国元素啊？这里还有一个关二爷像，他不会要自己拜自己吧？怎么还有两个白色罐罐？这呢？哎，柜子还有锁，是要找钥匙吗？钥匙在哪儿？这个是钥匙，钥匙在兜里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奶茶可以挪，是给婆婆吗？哦，她手都张开着。啥？钥匙在奶茶里？你想要毒害婆婆？赶紧拿过来，把这个打开。里面藏的是红色高跟鞋，那还差一个。哎，还有一个在哪？哦，大吉大利，这太离谱了。